欢迎收看由大小眼出品的主播别闹了之吃鸡篇。哇，这是什么队友啊，都不理人。哎，我一说，哎，有用有用，激将法还是可以。能不能给我点子弹？光有一把枪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没子弹呢，不要打我。给我一点子弹吧，队友们。哇，你们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嗯。嗯，去捡。我你捡那个12口径的那个，在哪里捡的？嗯 ，NF NF。嗯，他们让我按 Z。NF 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哇塞！对，12口径的就可以。喂，啊！喂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往草里趴一下，草里趴一下。有还是放？在这里啊！快来扶我一下，我要死了！前面这个你也要死了，跪了跪了！我们都要死了吗？只有翁达好像没有死，快点来拉我们啊！起不来了，牛牛，起不来了，我们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，怎么都趴下了呀？还有人吗？好好，我也可以去拉，我去拉另外一个人。哎，有人在那里，快，怎么办？哎，你别去了，你写他写一枪就死了。可是我在拉人呢，马上我要死。快快，你快起来 ，Shark。有健康码看一下。我还有一滴血。哎，我听到车的声音了。对对对，哇，开的车。哇哦。N F 上车。哈，真好。哥，这个车居然可以坐五个人，差点撞死、哦！哇，我差点死了！天哪，卢，不要吧，你再撞一下我就死了。你等，那你先把腰包扔下来，让他打。啊？你要给你扔药，你捡一下。我喝药捡起来。对，把那个是，对，打开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很多血。哎，哦，好了，开车吧。回血，我已经按了 F 回血了，我已经回血了。好了。他跳车了。牛不是啊，他们让王 F 回血。这那我死了，我现在是怎么样？哦，救我救我！我们等一下拉他。救一下我，救一下我！哎呀，这些骗子，我靠！哎，我不能听他们的了，我应该问一下你们的。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，这毒来了。快走快走！哎呀，完了，我要连累你们了。按加速，按加速。Sorry sorry。不是，他们让王 F 回血。别闹了，哔哩哔哩 B 站不倒，陪你到老。各位 B 站大佬们，喜欢视频就点击一下右上角的点赞，为我们点赞吧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千万不要忘记点击关注哦。社会我演歌，良心骗子多。